放开来吃。这里贝拉跟个爸爸呀。Deine Fans, die sind dir teuer. Warum bekommst du bei mir dein Paranoia? Ich hab dich nur an meinem Nackbein abgestaut. Und du sagst, ich hätte dich deine Intensive beraubt.Wirklich, du restricted. Wirklich, bitte, yes. Denkst du wirklich, du restricted. Vielleicht, vielleicht, doch vielleicht auch nichtJetzt bist du ein Superstar. Doch weißt du noch, wie es früher war? Jetzt bist du ein Superstar. Doch weißt du noch, wie es früher war?Du denkst wirklich, du restricted. Wirklich, bitte, yes, yeah. Denkst du wirklich, du restricted. Vielleicht, vielleicht, doch vielleicht auch nichtWe'll be right back.
奶油、面粉，在减脂期中都是需要限制摄取比较高热量的食材。需要限制摄取，并不是要退避三舍。在还没有修成仙之前，我们都需要热量才能行走人间。在美人仙到之前，我们可以知道这祸从哪里来，为我们吃下肚的食物前世长什么样子，吃下去我们心安理得，肉肉也长得适得其所。做这道甜点，我用的是赤藻糖醇，赤藻糖的甜度比较不高，但是香蕉本身很甜，要等到香蕉已经完全融化，这个程度其实还可以用保鲜膜包起来，再冰个两天，整条都是黑的时候，香味才会出来。这整根甜点的热量，我用这个 APP 计算。虽然我已经不再执行日饮食计划，但我今天做了这个甜点，为了想要知道吃下多少量对我的身体合理，我还是想要知道它的秘密数字。在当天饮食的总热量中，我可以吃掉几分之几，其他的就骗老公说这个没有什么热量的，请他放开来吃。用电锅烤蛋糕听起来很中二，但怎么办呢？我也不想要破坏推行，家庭主妇也不是想要什么厨具就能够买什么样的厨房。有做饭的厨房啊，最熟悉的战友除了野火烧不停，还有那个大虫宝宝的家。用电锅烤蛋糕比较麻烦的是，它最高温度只到130，我每次跳起来要等它冷却大概10分钟才能够再压得下去。假设你今天要烤50分钟，只要在这50分钟之内电锅跳起来，你就可以设定10分钟的闹钟，然后跳起来等10分钟之后压下去，再又跳起来等10分钟。在压开，这我解开。料理是数学，电锅跳起来，我们可以设置10分钟的健身，10分钟健完之后再按下去，然后就跳起来。总之，电锅一跳你就起效，就这样烤焦烤起，阔腹亏欠。大概玩它1小时，你也应该是去洗个澡，净个身，出来把它翻身，然后吃掉。他们说蛋白很难打发，为什么不买个电动打蛋器？其实我厨房很多空间都是用我的蛮力换来的。好，下雨。这样的状态，因为没有用泡打粉，想要保留蛋糕的这种蓬松的口感，需要把蛋白打发的这些空气留在里面，不要大力这样搅拌，稍微搅拌。这一次我用烤箱烤，上面盖锡箔纸，200度烤了30分钟。我没有把香蕉捣得太细，保留果肉也很不错，加入可可粉带有一点苦甜，很解腻，层次更丰富。之前用电锅烤香蕉蛋糕的时候，我只用了香蕉面粉还有蛋，比较起来还是烤箱烤得更好吃，但是味道差异只有这么一点点。所以不管你是用烤箱还是用电锅，诚意香蕉都是好蕉，用心互烤都是好糕。我想要让你的香蕉蛋糕很焦很香很香蕉，你要等到香蕉蛋白里面只要滚到一点点蛋黄，它也会打出发。我先把它打在小碗里，好，这样的蛋白就算把蛋黄捞起来，一次就被打花。如果喜欢我的分享，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记得开启小铃铛，才收得到我最新更新的通知。如果想要看什么更多主题，也欢迎留言给我。